各位新创界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台湾新创圈的年度盛会。这几年 Meet Taipei 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新创展会。在疫情获得稳定控制下，这次不仅在台北举办实体活动，下个月还会延伸到高雄，串联起全台湾源源不绝的新创活力。我要谢谢在场的每一位新创伙伴，因为有各位的热情和努力，台湾的创新实力持续受到世界的肯定。当然，好的新创人才需要有好的新创环境，才能够尽情的发挥。这几年，政府除了加码新创贷款，改善投资环境，也推动 Next Big 计划，组成第一批新创国家队，让台湾的新创之星踏上国际舞台。Startups for Tomorrow，各位的好点子将创造更美好的明天，政府会一起跟大家共同努力，让台湾的新创产能在各这个领域开花结果。我也期待透过这样的聚会，激荡出更多精彩的火花。祝福我们大会圆满成功，大家都有满满的收获。谢谢大家。